他做的这种损害我们新光华电影公司声誉的事情，我们会按合同接收一切抵押物品，包括这家香港天下电影制片厂。我看未必吧。 听到这些，哎，你是不是收了别人的钱，故意在这造谣生事啊？你勾结日本军部，不但帮日军拍摄电影美化侵略，而且还跟他们做生意，提供物资给他们。这些，就是你通信的证据。请大家看一看，就是汉奸，大家都拍下来吧。他怎么来的？ 都给烧了吗？看一看，我不知道。都拍下来吧。大家仔细看一看。他娘的，姓贺的，留着这些信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些就是他的证据。你，姚子光，是你逼我这么做的。你一直抓住我亏空公款的证据，要挟我，逼我听你指使，为非作歹。我知道，最终你也一定会让我做你的替罪羔羊，所以为求自保，我才留下这些信件。 我跟你算账，姚子光，你不但敢做汉奸，还诬陷提携过你的顾延梅先生，简直是卑鄙无耻！你放屁！我怎么就是汉奸了？当时日军侵华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我被逼的才帮他们拍戏。再说，当时剧组里都是中国人，你凭什么说我是汉奸？就凭你手上这几封信。 你要挟不了我，是吗？这份名单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我仔细查证过，上面的所有人都是抗日游击队的主要成员。你竟将这份名单交给日军，残害英雄，出卖国家，是心甘情愿的当汉奸做走狗，天理难容！ 这么干，不是真的吗？中华老家，我不是。 我错了，是方荣想陷害顾延梅，是他把剧本偷出来，亲手交给顾延梅的，想要骗他所有的财产，都是他干的。我举报他干的，我是有功的，你不能抓我，是他干的，你这个混蛋，你还拖我下水，是你害我的，你为什么不收了他？混蛋，你。 有什么话，你们到法庭那儿去说。不走，别抓我呀！走，别说我干的，别抓我呀！赶紧走！别抓我呀！电影圈惊爆大阴谋，偷剧本丑闻真相大白，新光华密谋吞并天下失败。
来，干杯。那哎，再喝点吧。我送你回家。我没家。我的意思是送你回酒店。我不想回去，我还没喝够，爷们，你再陪我喝几杯啊。你已经喝多了。哎呀，谁说的？没多。我要是不喝醉了，我就睡不着。我要睡不着，我就会胡思乱想。你胡思乱想什么？以前的往事。我以前做了太多的错事，伤害了两个女人，我孤单，我活该。你还爱王静吗？那个女人呢？那个女人，我就从来都没有爱过她。是王天给了我太大压力，让我一时迷失，没有经住诱惑。是我伤害了他的感情，也害了他，冒险去救我。可是我就是永远没办法爱他。相反，他的出现，让我知道了。谁才是我最爱的女人？就是王静。我一直深爱的就是王静。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了，可我就是牵挂着她。既然你都已经很清楚了，一个人找到真爱真的很难的。你应该去美国把他找回来。我没有勇气。我曾经那么伤害他，让他那么伤心，那么难过，我哪有脸去见他？在他眼中，我就是个罪人，就是一个不再值得他原谅的人。三哥，你有想过你不追他回来，你会后悔一辈子吗？我已经没有资格选择了。人生不是电影，不能恩机重来。好，既然你的感情不能倒带，不能重新开始，那么你可以快进，继续向前走。既然感情失意，你可以把所有的感情投入到电影中，去放在事业上。叶梅，有的时候我真想和你一样。我怎么样了？永远把电影都放在人生的第一位。是不是这样，烦恼就能少一些？难怪大哥当时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好好保管这卷胶片。还好他的舞姿被记录下来了。这就是电影的魔力，在大哥的镜头下，大嫂可以被拍得那么美。我认为这是因为爱，有爱，就会看到美好的一切。可惜大哥不再拍戏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他怎么舍得放得下电影？我猜，也是因为爱。对大哥来说，家庭肯定比电影重要。为了能够好好照顾二哥，
也为了不让大嫂那么操心，所以才甘愿放弃。你说我是不是过于执着了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在想，是不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要做不同的事情？就好比我们兄弟四个，当初大家都是为了要追求电影的梦想，但是现在各走各的路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大哥为了家庭和健康，他可以放弃电影。二哥呢，他的人生似乎就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正义。三哥从一开始做电影的时候，就是把电影当成生意，现在以爱情为主，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执迷不悔，把电影当成我的生命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我知道我为电影忽略了家庭，冷落了你。我也知道你曾经埋怨过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自私了？怎么会呢？你真的不必为我而改变什么。我相信，上天为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条路。你曾经遭遇那么大的劫难，但每次都能死里逃生，坚持下来。我觉得电影对你来说就是你的生命，你应该走下去，我永远支持你。那套马戏团之恋有片了吗？顾老板，很抱歉，拷贝还没有洗好，要明天早上了。这都已经半夜了，我一共看了几套啊？您看了四套了，真佩服您的精力。我们家的片子看几套都不腻。你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去，明早见。好，谢谢老板，再见。顾先生，今晚还要熬夜工作吗？要不要给你煮点粥？不用了，帮我倒杯热茶啊。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对了，太太从新州给你寄了封信，放在书桌上了。严梅，文文和彤彤一起去了美国读书，生活已经适应下来，姐弟两个相互照应，感情比以前更亲近了，也变得懂事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放心了。但是有个坏消息，孤儿院的 sister 安妮因心脏病发已魂归天国，祝怀安息。为了完成 Sister Annie 的遗愿，我决定暂时留在新加坡帮忙打理孤儿院，直到物色了合适的人选接手管理，才能回到香港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悲欢离合，世事难料，虽与你只分开半年，但恍如隔世。
希望很快就能够回来陪伴你。你呀，年纪不轻，别再熬夜了，坐在桌前睡着了，很容易着凉的。两杯咖啡。哎，好的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我离开香港之前燕梅给我的，说是给孤儿院的一点小心意。谢谢他。三哥也麻烦你了，燕梅她在香港还好吗？还是老样子，没日没夜的在片场工作。说实在的，一家四口人却分隔三地，我是应该回香港照顾燕梅的。燕梅会体谅你的，不过我倒是担心文文和彤彤，他们年纪这么小，你们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读书。我当然会不舍得，可是燕梅担心这里会受到马来西亚的独立影响，再说那边有王静帮忙照顾，也能陪陪他们。王静最近好吗？啊，小雨，我有件小事想麻烦你。你能不能把这个替我寄到美国给王静？但是不要说是我。不要说是你送给他的，对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个小礼物，是一个胸针，是王静最喜欢的天使之一。我那天逛街看见就买了。其实他在美国什么都买得到，你不用费心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随便买的。哎，对了，王静在美国他在学的那个儿童心理学学完了吗？哦，好像又选修了法文。法文？他是想要搬到法国去吗？还是身边有了新的伴儿？不是，他身边没人。其实身边没人也不代表他没有开始新的生活。三哥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放不下他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关心关心。你还关心他，为什么不直接飞过去找他？我答应过王庭恩不再骚扰他，不过我也没别的意思。三哥，你还爱王静吗？我就是看你经常给他寄礼物，所以我就想麻烦你，如果你不方便就算了。没关系，交给我吧。那就谢谢了。你仍打算去第二届南洋兰花影展是吗？当然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其实马来西亚宣布独立之后，局势还算稳定。新加坡等地可能也想脱离英殖统治而有所动作，只怕地方一乱会影响影展。何总不能坐着什么事都不做吧？难道有奖都不去拿？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呢。哦，你又来了。你就是再问我，我的回答也是一样。咱们两个这么多年朋友了，你热爱电影，有研究有想法，为什么就不愿意加入我们故事呢？做我的左膀右臂不好吗？你说你在一个报馆做一个副编辑，这不是糟蹋你了吗？我是真的不适合加入故事。那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可不让你走。
其实我们俩对电影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呢？你上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？我每天看三四部是常事。我不是说你躲在放映室内，而是指你亲自走入电影院。只有在电影院和观众在一起，你才可能听到和看到最真实的反应。他们什么时候鼓掌大笑，又什么时候黯然拭泪，都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影片的热爱和抗拒的程度。如果在放映室内，你根本体会不到这种氛围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喜欢实地考察。这样，等你加入故事了之后，你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可以看电影，我就当你去帮我做数据搜集，这样怎么样？如果看电影成了我的职业，那就不再是艺术了，而成了一门生意。我每天承受着票房压力，我怎么能有乐趣呢？难道你觉得我现在没有乐趣吗？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看电影的感觉和以前大不一样？你现在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情当中，和主角同喜同悲吗？绝交。参鞠躬，家属谢礼。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谢礼。谢谢。张川，节哀顺变。啊，顾老板有礼了。等处理完你师父的丧事之后，有时间就来故事找我，我打算请你做编剧。我没兴趣去故事。为什么？你对做编剧不感兴趣吗？不，我一直在写剧本。不过我不愿意把我的剧本拿给你的导演拍，我想要拍的电影是千军万马的大制作。我担心我的故事被浪费了，所以我准备自己做导演，要拍一部经典完美的作品。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是好事，但是电影是一门集体创作的艺术，单靠你一个人的才华是不够的。我跟你师父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了几十年，你才刚刚出道，想要一步登天是很难的，要靠别人给你机会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哎，电影界又失去了一位大师，真是可惜。这圈子人才是越来越少了。听说一鸣电影公司正在到处挖掘。顾老板，故事有没有受影响？当然没有。就算挖掘挖到我这儿，我相信也没有人想要离开故事。只是我在想，
电影界确实缺乏接班人了，我应该栽培一些人才，发掘新星。顾老板，你如果真想挖掘女明星的话，那你就到我们夜总会来，参加湘江公主选美会。参加选美的女孩，个个年轻貌美，才艺出众，她们都在做明星梦啊。在这个圈子里，有好多女星，比如张婉华、方雪，都是选美小姐出身呐。倒不如咱们去捧个场，看选美，当星探。好，没问题呀。我相信田太太的女儿也必定是个大美女啊！啊，戴老板，你可真会说话。这位是顾氏电影公司的老板顾延梅先生。哎呦，顾老板，真荣幸！我和我女儿小璐都是顾氏电影的影迷，尤其是我女儿，从小就爱演戏，你们的戏啊，她都看。她长了一张明星的脸，人见人爱。也希望顾老板能给个机会演个角色。你一会儿等一下，我先看看吧。你女儿是四号选手，田小璐对吗？对。如果她具有明星的潜质，我一定会给她机会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那谢谢了。记住啊，四号田小璐，谢谢啊，谢谢四号田小璐啊，谢谢啊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号田小璐。我是一个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、喜欢文艺、活泼开朗的女生。我喜欢唱歌、跳舞、运动、看书、看电影，等等。谢谢。田小璐小姐。如果你有机会出国旅行的话，你会选择去哪个国家呢？我要去女儿国。请问女儿国是哪里？女儿国是镜花园里面的一个国家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小说？没有。那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女儿国呢？因为在女儿国里面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致内饰，女人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致外事，我觉得这很好玩，因为男女终于平等了。不错，回答得非常巧妙。镜花园，我也看过。是吗？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女儿国，在那里女尊男卑，男人还要穿裙子呢。而且里面啊，是女人取代了男人，替男人去管理国家什么的。我特别羡慕那样的社会，那个时候女人可以有主见，不像现在。接下来的才艺表演，有请我们的四号美女田小璐小姐。那一会儿我们大排档见。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啊？在那些达官贵人面前你出丑，你枉费了我多少心思，你知道吗？是你要我穿这么少来选美，当然会感冒了。我也想赢啊，所以我就……哎，个不争气的，你还在装模作样。你夜总会冷气比较重，小心着凉。谢谢。哎，顾先生，你可真够细心的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给你介绍我的女儿，这是我的女儿。
你已经跟我介绍过很多遍了。你是四号田小璐，对吗？嗯。你也喜欢看《镜花缘》这本小说吗？是啊，你也喜欢看啊。我觉得这本小说，顾先生，我没说错吧？小璐真是人见人爱，她很适合当明星演戏的。只要顾老板你肯捧她，她一定会大红大紫的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真的很想做明星？哎呦，快说呀！你不是做梦都想当明星吗？我啊！你看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小妹妹，先别天天想着做明星，把你的身体保重好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哎，您慢走。你一个人在香港，真的那么无聊吗？怎么会浪费时间去看选美？我要是不无聊，就不会大半夜总是拉着你陪我喝酒聊天聊到天亮了。那选美看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新星啊？有。我现在连陪老婆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闲心去想其他的女人？还有几天，我就要去新加坡参加南洋兰花影展。不过现在的影展，哪一家财大，哪一家就能得奖，所有的奖项都能用钱买。按照你这么说，既然大家都可以拿钱去买奖，这不又变得公平了吗？每个人对公平的理解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一部获奖的片子，它最起码是应该有不错的内容，得到观众的赞赏，尤其重要的是能让对手输得心服口服。可是现在故事就是没有对手。若论影片质量而言，一鸣所拍的影片一点不比你们差。前两天他们举行试映会，我有幸看过他们参加影展的电影《四姐妹》，影片很有独创性，有很高的艺术成分，是一部诚意之作，我非常喜欢。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这样赞赏过我们故事的电影，我觉得你对一鸣的电影特别的偏爱。那是因为他们值得欣赏，如果我是影片的评审，我一定会给他们很高的分数。那我们故事的阮香玉呢？幸亏你只是个副总编辑，你要是影展的评审，我估计我们故事连个安慰奖都拿不到。你啊，现在就在香港等着我，回来请功。好。李玉，嗯，可以走了，该去机场了，燕薇的飞机差不多该到了。行。马上就走。碧玉姨，芳芳跌倒了，她的膝盖在流血。好的，别怕，
我去帮他上药。三哥，不好意思，再等我一下好吗？好，来得及。我们走。小姐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不需要，谢谢。哦，好的。三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为什么要把我送给王静的礼物收起来？如果你不想帮忙，你告诉我，干嘛要瞒着我？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我只是不确定王静她怎么想。王静躲去美国，就是想避开你，想忘记你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俩通过那么多封信，他只字都没有提过你，所以，我担心这会扰乱他的心情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别说是我买的，这样他就不会知道了吗？三哥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王静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连我这个和他这么亲近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原来喜欢小天使，也只有你才会这么浪漫，这么细心，这么了解他。我是一番好意，怎么会骚扰他们？那你希望王静有什么反应呢？是想让他睹物思人，还是想让他勾起那些伤心的往事？这我倒真没想过。你说对不起王静，没有脸见他，宁可他彻底把你忘记，但是你暗地里又来表达关心，用礼物赎罪，你这么做真的很自私，你根本没有理会王静她的感受。你为什么不好好问问你自己？你这么做是不是想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你？对不起，三哥，可能是我多事了，但我只想保护我的朋友，不想他感情再受折磨。啊，你说的对。啊，我应该放手。有请获奖影片《四姐妹》，一名公司老板孔令杰先生发表获奖感言。令杰竟然开始拍电影。拿到这个电影大奖的路原来很漫长，大家别误会，不是因为我这条腿才让我的路走得太慢。我小时候已经很喜欢看电影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从事电影工作。不过就在这几年，我突然醒悟，我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，那就是振兴华语电影。你们可能会质疑，华语电影不是发展得很好吗？那我告诉你们，这是错觉。华语电影现在就是一潭死水，因为一个健康的市场是不可能只有一家电影公司独大的。华语电影的质量停滞不前已经很多年，大家应该都很清楚，那是因为没有竞争才会不思进取。对于华语电影的发展，
说什么要制作一些电影，提升观众的思想深度，拒绝拍摄什么通俗的商业片。不过一鸣能够，这不就是暗示故事的电影都是一些没有内涵、肤浅的作品吗？你有看过一鸣的电影吗？和我们的相比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用看吗？肯定没有故事的电影精彩。商业片怎么？观众到戏院来是来娱乐的，不是来听说教的。叶梅，我真的听不下去了，我想走了。走不走？啊！让这个行业百花齐放。我们走吧。我想向大家保证，以后的每一年，我都会站在这个台上，堂堂正正地告诉大家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作品，我们一鸣是实至名归的。谢谢大家。我是真心觉得故事的作品不及你们呐，就算没有其他的原因，我都会投一鸣一票的。好，谢谢。不过值得谢谢你。哎，万老板客气了，这点小小的心意算不得什么。钱我是从来都舍得花的，只要他花的值得。我和令杰的目的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建立我们的一个新的王朝。要将故事的朝代彻底画上句号，将我讨厌的人赶出电影圈。故事当了多年的龙头大哥，要一下子打倒他们也不容易啊。所以我才请二位来。放心，今天把奖项从他们手里抢过来，只是我机